我是公关猎特长的112年了，10月19号，瑞芳，瑞芳站快到了，徐红南没给搞，8:53所排的是 C 卧室。瑞芳，西博士表面发车中阳性，好芙蓉的银绿色，不下3分钟就把943圈之后，在瑞芳站准备上。右侧开门。8:53，10月19号，C 卧室的芙蓉客。欢迎进门。1、4、1、2、3次，用503圈喽。他说傻眼，傻眼。对。用503。他刚刚卡在8堵啊，不知道怎么了。他刚刚卡在8堵啊。对啊，他刚刚卡在8堵，我还以为什么状况。前方路上。不知道呢。93圈后。第二月台有点是大概在8:00到10:00。拜拜，再见。C 卧室，943圈的，在瑞安南16，8:55，10月19号，感恩再见，拜拜。